大家好，今日咧就食呢个朗益烧味工坊18蚊嘅呢个烧味饭。咁今日咧收工时间咧，佢就有呢、這个鸡同鸭，仲有叉烧嗰啲烧肉特价。咁通常咧，佢喺下昼咧就2至8点咧就会有呢个优惠噶啦，即系个朝头早冇嘅啫。基本上下昼去你都会买到18蚊嘅烧味饭。咁呢个咧应该系比位啦。咁啱好彩咧，佢就斬咗個比位俾我，係啦，斬咗一個鴨比加一個切雞。咁切雞嘅份量咧就大概5-6件到啦。咁啊鴨嘅份量咧就大概4至5件，咁兩邊加埋都差不多有10件。都總之係鋪滿曬成個飯盒啦。咁呢度都係啦。咁啊同一款飯，咁呢嚿咧仲係一個鴨胸位添。啊呢、這個都唔錯啊。都是18蚊，都是由这个切鸡加烧鸭4嚿鸭4嚿鸡，都是同样只是卖这个18蚊而已。那我想你屋企附近最便宜的烧味饭应该都要20几蚊或者30蚊左右。那我楼下就卖25蚊至30蚊，那它现在买三盒呢都只是54蚊，即是等于平时两盒的价钱。那我一次过呢就买了三盒，那有时食剩呢就摆在雪柜，第二招呢啲饭呢就呢佢炒饭或者叮返热食，那抵食好食。